感谢你们，大家早，大家早安。我一直认为说，身体健康影响心理健康，心理健康也影响身体健康。那我们认为合同建设的后盾就是我们公司的同仁。那我们公司的同仁的后盾是什么？有没有人愿意举手回答？你们每位同仁的后盾是什么？好。好，除了家人以外，还很重要的是健康的身体。所以健康的身体非常重要，健康身体的家人也非常的重要。那我成立合通的运动永续社的目的，就是希望同仁可以配合运动来健身，然后让家庭美满，然后来支持成为公司最坚强的后盾。那目的呢是说，鼓励大家不论的运动强度，不论运动的时间，只要有时间都可以运动。运动上来，把自己运动的讯息po上来我们的那个网站里面，让大家知道运动的重要性跟运动的乐趣，以此来鼓励各位同仁有健康的身体。未来希望呢能继续扩大到整个台南市或者全国，慢慢慢慢的扩大之后，让大家一起来参加这样子的运动健身的一个永续的一个活动。那今天非常高兴大家可以都一起来参加。那为了避免同仁一直站在太阳下太久，所以呢我先预祝今天的大会成立成功的圆满，未来大家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家庭美满。谢谢大家。